说得通。原来当年是我叛徒叛变，这些叛徒冒着危险杀同胞，取血拼死都要往里面冲，这水下面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东西。你们有没有人有这种血？没有也没关系，就算有虫子，这么多年早饿死了。走吧，去探探。别乱来，光是这里面就死了这么多张家人，下面肯定更加凶险。我们至少要搞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再做行动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当年发生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也在这儿。你来过这儿？这里是本家人内斗的现场，我们在家族内斗毫不知情。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一段历史一定是我们家族的禁忌。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，你认为族里面的人会放过我们吗？他有问题，他在害我们。把扫把星抓回去将功赎罪。事情搞清楚。住手！